周良，男，29岁，江西人，美国拉文大学硕士，工商管理硕士专业。啊，大家好，我叫周良，我来自于江西。我自从高中毕业以来呢，我就在国外待了一共有9年的时间，日本待了6年，美国待了3年。然后在校内的时候呢，我也做了很多积极向上的课内外的实践活动，包括一些打工和兼职。现在还是一个在职状态，已经在北京工作1年左右。在国外待了几年？我在国外大概待了9年左右。多大出去的？高中毕业18岁以后就出国了。哦，想家吗？刚开始几年比较想，后来就习惯了。先去了日本是吧？啊，对，先去了日本。去了以后怎么样嘛？在日本生活大家习惯吗？刚开始1-2年的话，可能由于语言不通吧，就觉得比较困难。但是我的性格比较外向一些，交的一些朋友呢，都本地人会比较多，然后慢慢融入他们的圈子，还是觉得蛮舒心的一个地方。觉得日本人的工作方式能适应吗？日本企业的这个严谨的态度呢，确实让我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学到不少的东西。他们那边的两个地方的上司批评下属的风格有什么不一样？日本上司可能骂人会比较难听。模仿一下，啊，比如我是那个挨骂的，好吧？那就说的比较难听啊。お前バカですか？この仕事何してんのだろう？何の責任取ってくれるんだろう？啥意思？你是不是笨蛋？你是不是傻子？这个事情你是怎么做的？然后这在中国现在是不太可能哦，不能这样骂人。对，那你怎么回应呢？不好意思，我做错了，下次会努力改正。只能说这一句，只能说这一句，几乎只能说这一句。那如果不说这句，说了别的，结果会怎样？那可能以后糟糕，可能以后不太好混，会不太好混，会给你穿小鞋是吗？不会，他们不会说他，但是他在工作时候把你骂得很凶，但是他晚上他一样。喝酒很开心啊，那他们夸下属怎么夸呢？也是很简单的一句，よくやったね。啥意思啊？做得很棒。你怎么夸我的时候，脸上那么猥琐干什么？你夸就大大方方夸嘛，你那么猥琐，感觉是在夸一个女下属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没有。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讲讲日本的工作的那种极其认真，对吧？极其敬业的那个状态。极其的认真，我可以打一个比方。那个比如说我去别的公司，我去看的时候，一个员工8个小时在工作，8个小时的工资，我看见60%的人都在用60%的时间在玩手机，这可能就是对工作的极其一个不负责。在工作的时候啊，你说浪费时间的是中国企业，对对。说举日本的积极的例子，你老举我们这边的例子干什么？然后我想反向的衬托一下，就是说在日本的这种服务行业，包括是正常的一个工作场合中，就是绝对不会去讲其他的事情，就100%的精力都是放在工作上。你把一些在国内的一些工作人员的一些，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一个。他希望用反衬的方式。然后反衬，就是日本的工作是正常的，就是。我觉得可能谈的还不太没有。但是其实你要想想，你知道我们录一天录多长时间吗？我们多认真，我们录10几个小时呢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不看到我们一些积极的地方呢？其实加班，我对加班也有一个想法。那你说，加班的话，就是可能分为3种情况。第一种是为了加班而加班，就是说因为加班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。第二个是可能是觉得，第二种加班情况下，就是领导给的工作实在是超出这个人的能力范围。嗯，第三一点就是说，实在是这个人的能力没有达到他这个正常的一个工作水平。嗯，这是加班。其实3种我都不太喜欢，都不太喜欢。但其实最后一种是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，是笨鸟先飞嘛。是的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是的，是吧？所以周。